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F 家族。今天我们大家看起来都有点不一样啊，非常的特别。是，这个特别是因为隔了很久见面，看大家变化很大，还是因为我们的穿着？其实这个也有不太一样的含义。大家刚看了短片，知道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吗？或者大家发现我们每个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机器人啊，肯定是机器人啊，全新升级改造过后的机器人啊。没错，但其实这个背后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故事背景，或者说是故事框架的。是跟我们前面那个穿白色衣服的有关吗？那个暂时保密，那个暂时保密。不过希望大家知道前面那段情节，我们到后面一点的环节里面就会介绍这个故事。对，反正大家期待就好。那就也不要在剧透的边缘徘徊了，要老规矩开始自我介绍吧。从小姚开始。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姚玉晨。那个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我最近变化是什么？没有。我最近的变化呢，就是我长大了。因为之前刚来公司的时候呢，我处理事情非常小孩子，就是也非常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是出门的时候也不会关注天气的冷暖，随便抓一件衣服就出门了。现在的话呢，我会关注天气的冷暖而选择衣服的多少。之前呢做事情也会划水，也不认真，现在的话会比较认真的去做。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初中生陆子成。对，我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再是小学生了啊。从上一次舞台呢，就是我第一次舞台，也是我和大家正式见面。我觉得上一次舞台我缺乏了很多的舞台经验，然后各方面技能又比较薄弱，然后上台的时候也十分紧张。在这期间呢，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我就蜕变。在这期间我丰富了自己的舞台经验，也提升了自己的舞台技能啊。然后在上台的时候呢，我一般会十分的紧张，我就会用一种方法来放松自己。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什么？不知道。那就是很常见的深呼吸啊，就是这样做的。啊，我没有紧张。我觉得吧，这个深呼吸非常的有用啊，可以建议大家在紧张的时候去尝试一下。方便透露一下谁教的吗？那当然是我们的左大哥呀。我教的，我是这么教你的。Yes。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表演一个，表演一个。这才对吗？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俊豪。时间一晃到了2020年，然后也就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勇敢了。我以前怕黑，然后现在我不怕了，很多那些鬼屋啊，我都一点也不怕，变得不再胆小。那下次单独给你安排一期去鬼屋，好不好？我觉得可以。当然的，可以可以。大家好，我是张泽宇。又是一次舞台了，每一次舞台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但这一次我要突破自我。可能在之前的舞台，我选的都是 vocal 类型的曲目。然后我也在努力的学习舞蹈方面的技能和大家普及，然后这一次我就选择挑战了一个纯舞节目，实现突破自我，大家期待一下。鼓掌。加油加油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吉。你们现在可以叫我专注的张吉。为什么？因为在之前呢，我在表演节目，然后不是表演节目，是准备节目，还有在上课的时候都没有非常的认真。但是现在呢，我无论是
准备节目还是上课，我都会非常的专注。那专注可以为我带来什么收获呢？请大家拭目以待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新浩。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有很久没给大家见面了。然后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感觉自己也成长了不少。就比如说学会了编曲、编舞，然后打架子鼓、表演一些技能。也希望大家在这次舞台看到不一样的苏新浩。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志新。生日还早吗？还有一会儿。既然大家都说到变化吧，其实我觉得从2018年到2020年，我最大变化我在性格这个方面，我觉得我变得更加积极了一些。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会面对一些困难或者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选择逃避，但现在我知道可以面对问题并想办法解决掉它。就比如我以前说普通话，因为一些口腔的问题和方言的影响，我以前说我的名字，大家好，我是朱志新。但我现在我可以说，大家好，我是朱志新。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嘉欣。等等，重来一遍。Hello， 大家好，我是初三学子邓嘉欣。为什么说到初三呢？相信大家就是很快都要面临到中考、高考，就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考上一个自己核心的初中、高中、大学。回到刚才的主题，我觉得呀，最近这段时间我的变化就是更加的勇于去尝试了。不管是一方面的技能啊，还是一方面的食物之类的，就比如说榴莲吧。以前因为很多朋友说榴莲很臭，我就一直没有去尝试过。直到有一天我去，因为朋友家有一个人买了一个榴莲回来吃，我就尝了一下，哎，发现还挺好吃的。所以说大家其实可以去尝试一下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或者说就是没有尝试过的事物，也许就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左航。相比起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比以前更加有信心，试的是自己想试的东西，做的是自己爱吃的、爱做的事。抱歉，叹息了。学了自己想学的东西，就比如我的说唱，而且 我比以前的我更加幽默了。more 呢，就是 more 的 more， 就是更加的幽默了。至于要问我幽默 more 在哪里 ，Everybody drop the beat。Say what？ 做事嘿有信心嘿，我行我素我真行嘿，巴扎嘿嘿嘿嘿嘿，低调哎，够不够默吗？够了。大家好，我是声音不再稚嫩的于雨涵。也有挺长一段时间没和大家见面了。大家知道我这段时间有什么变化吗？我变得更加坚决了。之前的我总是犹犹豫豫的，想东想西，但现在呢，我变得比较果断一些了。就比如说拿选节目这个例子来说吧，我现在选了更有挑战性的，虽然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但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请大家给我加油吧。加油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童宇坤。说到变化呀，从2018到2020年呢，我这自身原因嘛，就是有了很多的小动作，先给大家就展示一下吧。大家不要模仿啊，这非常的不好。但是改掉这个小动作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每踏上一个台阶呢，我这个腿就变长了10公分了。就除了就是除了自身技能上的提升呢，还有我自己的那个心灵上、思维上啊，都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天润。说到变化呢，我感觉我的变化就是更加的有毅力了。以前呢，有时候我上课的时候就会这样，
但是现在我上课的时候，双目总是炯炯有神，盯着老师认真听讲，这就是我最大的变化。谢谢大家。好了，现在我们每位成员都完成了自我介绍，咱们该聊这次舞台的主题了。我们这次舞台的主题叫做圈。其实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主题的时候还很懵。圈圈圆圆圈圈。我还记得当时有一开始有三个问题啊，一个是自己的圈，还有是我们的圈，还有一个是什么？命运的圈。说到命运的圈，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蛮久的，但是还是没有想出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答案。其实其他两个问题也挺难的，我当时想了很久，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的。主要就是想说自己去突破自己的一些限制吧，比如如何变得更帅，如何变得全身都是肌肉，如何快速的增高，这得加我一个。加一，再就是如何能把舞蹈跳好。我呢，以上全部加一。其实我听别人说过，就是你只要想做一件事情，意念是可以帮助你的。就比如我以前就想着长高长高，现在不就长高了吗？完全。我们聊这么多了，那我们开始我们的舞台吧。好的。其实这次舞台呢，我们还是有很多期待的，也希望我们自己能突破我们自己的那个舒适区。是很大的舒适区，很大的期待。那我们就开始吧。OK，Let's go。你们藏好了吗？五、四、三、二、一。蝉鸣吵醒了贪睡的决定，茉莉花香送来夏天的邀请，放走情绪，书包在沙发上打个休息，我看见天上闪烁的星星，它对我眨眼睛，小心思被它发现，无处藏匿，在这突然
现在很危险，正要警告你，怎么不知道？拜托别再多给我刺激，我慌了自己，连呼吸都快暂停。当向我突然靠近，想了一下，好奇怪，难道你也觉得怪异？看到眼前一片黑，尤其你看着我各种表现，你的呼吸声音慢慢清晰，让我差点窒息，拜托 girl。 Girl， 我只想藏着你，藏在我的怀中，那些视线让我有一点。我是个坏手，黑色的是隐形在我心里，从我的眼睛里砸出了机器，在他的方位里全都盖着你，不让我一定慢慢放脾气。我饿得浪饿得浪饿得浪你，我饿得浪饿得浪饿得浪你，我饿得浪饿得浪饿得浪你，如果再不离开就会有危机。那一次能比快陪一段感情长大，几根跟彩球一样，那我也就为了 baby。 난 그냥 그대로 있어，나만을 바라보면서 절대 너 보내지 않아 두고 봐。 흘린 空간 속에서 숨요하게 피나는 너의 시선 너의 안에 올리는 꿈은 그림자 내 안에 깨어나교대서모두다모르나이제초변시사라고진다나알라랑알라랑알라랑데나알라랑알라랑알라랑데나알라랑알라랑알라랑데모르서지않으면나처럼몰라너무나완벽해나요달라구속에버텨나가너는안고너만나와서나는안포개질거결국은그행사가있기때문에자리가없으니까그냥두루카향이손질러야드링칸꿈은봐그냥나나보다면나를먼저넘어봐우리말고하늘둘씩지워버린자연너하고나만여기남아멈춰지듯이고만그린자내안에깨어나너보는두눈에벌거지든다그냥겨려서모두다모르나이제초변시사라워진다나알라랑알라랑알라랑데나알라랑알라랑알라랑데나알라랑알라랑알라랑데몰라서지않으면다줄거몰라나알라랑알라랑알라랑데나알라랑알라랑알라랑데나알라랑알라랑알라랑데몰라서지않으면다줄거몰라Thank you.
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I believe 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地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我迷，那一刻我们俩在一起，从此永远不再分离。 I believe 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 Oh I believe
went to the moped store. The salesman's like, what up? What's your budget? And I'm like, honestly, I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mopeds. He said, I got the one for you. Follow me. Ooh, it's too real. Chrome down mirror, I don't need a wind. Banana seat, I can't be on two wheels. 800 cash, that's a hell of a deal. I'm headed downtown, cruising through the alley, tiptoeing in the street like ballet. Pulled up, moped to the valet. White walls on the wheels like mayonnaise. Dope, my crew is ill, and all we need is two good wheels. Got cash in the tank, cash in the bank, and a bad little mama with her ass in my face. I'ma lick that, stick that, break her off, kick ass, snuck her in backstage. You don't need a wristband. Dope. Killing the game, about to catch a body. Past the heartbeat, Dookie on the Ducati. Timberland, Khaled, Scott Storch, Birdman. Goddamn, man, everybody got Bugattis. But I'ma keep a hella 1987. Head into the dealership and drop a stack and cop a Kawasaki. I'm spending on everybody. Hella raw, pesto, wasabi. I'm so low that my scrotum's almost dragging up on the concrete. My seat is leather, I ride a line, it's pleather. But girl, we can still ride together. You don't need an Uber, you don't need a cab. Fuck a bus pass, you got a moped, man. She got 1988 Mariah Carey hair. Very rare, mom jeans on her derriere. Throwing up the west side. We tear in the air, stop by Pike Place, throwing fish to a bird. If I only had one helmet, I would give it to you. Give it to you. Cruising down Broadway, girl, what a wonderful view. Wonderful view. There's layers to the shit, player. Tiramisu, tiramisu. Let my coattail drag, but I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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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watch.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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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top. Wait a minute.超级偶像的就是应该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然后他呢有一个受万众瞩目的一个目标，然后就是总之就是非常优秀，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然后让别人引导别人去往他这个方向去靠。我感觉这个就是超级偶像师兄，还有很多前辈都是一些超级偶像。几年先要优秀，然后所以就是一个保底儿。偶像嘛，肯定是给喜欢自己的人带来正能量，然后呢不能去做一个反面，要给别人带来积极向上的。带来反面的话，可能别人也跟着你学，可能就学坏了。这个超级偶像呢，他应该是非常不管是学习啊，然后还有是人品啊，品德呀，还有是什么艺能方面都很厉害，都很棒的一个人。 Superstar 拿一个人来表示，迈克尔杰克逊各方面都很强啊，然后又得到大家的喜爱，就是他的感染力非常的大。肯定啊，小时候我刚刚开始学跳舞的时候就有一点了。我在想，我一进学校，然后每个人都认识我。当时我很小嘛，那就想了范围很小，可能十，马上十就初三吧，我觉得就是的强项吧，就更加的就提升的更多，然后弱项就弥补。
弥补了再去提升，就是很有名气，然后他人们都崇拜他，就是自己得有一定的实力，然后有人能让人们记住他的点，然后人们能学习到他身上的某一个地方，挺远的吧，3-4年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实力还没那么强。就是比一般的偶像各方面都要好一些吧，就是才艺还有什么演技还有什么品人品那些方面都要好一些。我觉得还是我们公司的，就比如说丁程鑫师兄还有王源师兄，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超级偶像，想过但还是有点太艰难了，因为成为超级偶像确实比成为偶像要难得多，我觉得就不是一般的偶像，就相当于努力就会成功，还应该比较长，按年头来算至少3-4年吧。唱歌好，跳舞好，游泳好，踢足球好，打乒乓好，跳高好，跳远好，开车好，服装好，设计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人气也高，反正就是样样都好吧。我觉得我能修仙了，我就是超级偶像了，这要看他的机缘如何。少则2年，多则50年，没有开个玩笑，2年吧，应该可以，就是除了那种洗衣做饭呐、啊，或者打乒乓球啊之类的，就算了吧。妇孺皆知，更多人认识哦，更厉害。有，肯定有啊。小时候也想，就比如，就你在台上演，下面很多人在台下给你鼓掌欢呼。小时候的话就是全球的人民。现在的话可能这种希望破灭了，倒不是破灭了，就是说最好的话就像师兄那样吧，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场的话就50000吧，现场的话全球。梦想啊，幻想不现实，我不一定能成为呀、啊、怎么说呢，几率不大，就是说2-3年，就是跟师兄们一样，对，第一要是成为一些人的偶像，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是要作为他的榜样，就像就是哥哥姐姐们要给弟弟做榜样一样，然后就是不能有负面影响。很通俗的话，走在大街上都能被认出来，当然是美名远扬，不是臭名昭著，并不全在这儿，在这儿和这儿，我想的就是外貌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有的人他即使外貌不怎么样，但是他的思想和他的心灵能够影响到他人，能给他人带来很大的震撼，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上的胜利。超级偶像可望不可及，也不是说可望不可及，就是还凿着嘞。邓丽君，沈腾，7-8年吧，因为长时间的积累啊。把它分开说，一个超级，一个偶像，那我就先说偶像吧。偶像嘛，就是一个人。是一个偶像，然后他后面就一个群体，然后这个群体都是的都在受他的影响，然后呢就是这个就很像那种比如说什么那种比如说佛教一个派里面，就是那个 idol 就是前面的那个领头人，就是大家都听他的那种，大家也会受他的影响。然后超级偶像就是他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呢他这个人就是
影响了也很多人，嗯，也有可能有更多人，很多人喜欢他，对，最好的偶像，最好的偶像，第一点吧，就是肯定自身的就是非常有实力，第二点就是影响力，圈子里面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就比如说你号召大家去，就完成一个就比较。就一件事情吧，就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去参与。对，超级偶像肯定要高于偶像，要不然为什么叫超级呢？因为有些偶像就只是在自己的国家国内，就真的就是全世界都知道这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准吧。TFBOYS， 其实我觉得还挺远的。就其实我觉得跳舞跟他们的距离就是其实还差了很多，体力啊，然后以及舞蹈的功底，这些就是慢慢的让大家都知道有我这个人。最多我给我自己的时间最多顶破天两年。其实这个超级偶像的标准还是非常难的。对于我自己来说哈，平凡生活，其实平凡生活我觉得过得还行啊。我现在我觉得我就差不多就是平凡生活，因为我现在还不是那种超级偶像什么的，我现在就还是一个普通人，然后现在过的就是平凡生活呀，还不错。其实当时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是想学习，然后我就想反正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就选择了这边。可能会变成一个设计师，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也画枪械，然后呢也画车，画过那种很科技的。想不出来，不知道干嘛，就只能上学，太普通了，没意思。跟我的同学一样，天天抱怨有晚自习、有课、有考试吧，就跟大家与众不同。其实当时我还是不想回去的，因为回去了或者就可能会改变一些东西，自己走的路怎么会后悔呢？肯定是正常人的生活呀，每天上学、回家、写作业、吃饭、睡觉，就是这样。但这也差不多呀，其实就不可能说不正常人，就是不是大众那样吧。不愿意，因为不想过平凡的生活呀。就无论是我当练习生。还是我不当练习生，就是只要我努力，都会生活都会变得更好，所以就不用纠结这些。要不就是那种就是跟平凡人一样，就是上学，然后呢最后再上完大学之后，然后再找一些事业或者什么的。我才来的时候呢，感觉不知道该干什么，很手足无措。也不知道目标，就当时来感觉是个夏令营一样，然后再从那样有了一个求知欲，有了一个好奇心，然后到了现在想一直走下去。啊，那个单向方一听完了过后，我觉得自己不足的有很多地方，所以我是当时立了志，想做一个真正的偶像，能在别人心中立起旗帜的那种偶像。也想成为能影响他人的人。理科生，这要看你怎么想了吧。就是你想要活成一个不平凡的人，你可能就会往你这方面努力啊。就是你想，就说啊，我以后就是怎么地，就是像个普通正常人，比如说啊，该走的流程就走完了啊。如果你想这样活也没问题啊。我现在回去了还能回来吗？那肯定就不回去，因为我现在就是在朝着我的目标往上爬。你现在连一半都没爬到，你现在突然就追到最低，然后又重新开始，然后可能也不是你想做的事情，再做点二手准备，就是公司这边也不能落下，学习那边也不能落下，也不是说你公司这边落下了，你学习那边也白费了，你这个人就完了，对吧？我觉得我的生活肯定是平凡的，其实我以前其实也没有什么梦想。就想做一个就觉得一个稳定一点的吧，
但其实后来就是来到这里，其实也就开阔，就见到了很多东西嘛，就可能后来就会想到，其实做平凡的人生还不如去体验一下，就可能以后没有到那个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标准，但至少就是有这个过程吧。其实我以前真的想过，就是就训练非常累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以前有想过放弃过，就是回去当一个学生。我觉得也应该就是才来公司了，我记得是我第一次好像就是来训练，因为当时什么都不会嘛，我记得有一个假期，整个假期都在训练，然后不是最后有个那个汇报演出嘛。其实当时训练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非常累，因为我当时什么都不会嘛，其实我看着就是和我同期训练的练习生，其实他们真的就比我好很多。
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